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。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早上起来时喝上一杯空腹的水啊，是对身体有益的。不过在早晨空腹状态下，并不是所有的水都是可以喝的，特别是以下三种水，经常空腹喝呢，可能会对身体和肾脏啊，造成一定的伤害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喝浓茶。有的人会因为生活的习惯，或者是因为上早班等等各种的原因，都会在清晨的时候喝点浓茶或者咖啡来提神，而浓茶中啊都含有咖啡碱，如果空腹饮用浓茶呢，会对胃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另外，如果早晨大量的饮用咖啡因，就会引起胸闷、心跳加快等等这些症状。第二就是过凉或者过烫的水，早上空腹饮用水啊，要避免喝太冷的水或者太烫的水。因为早起身体呢处于一个才苏醒的状态，太凉太热的水呢会刺激到食道和肠胃，不利于肠胃的保护。建议呢多喝一些温热的水，这样可以缓解肠胃的不适。第三就是蜂蜜水。现代人呢普遍认为啊，蜂蜜水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，尤其是早晨大便不通畅或者经常出现便秘的人，更建议呢空腹饮用蜂蜜水。但实际上啊，真正因为蜂蜜水而排便的人呢，也多半是因为水或者是因为蜂蜜当中啊有较多的果糖，而自身呢又对果糖不耐受，从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。特别是在空腹的时候，由于蜂蜜啊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会使身体的新陈代谢更加沉重，对糖尿病病人的血糖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